just for each time. Done. Okay. Ten. Bye. Thank you very much. Bye. The morning sun is rising, spreading its light on the bed, shining all that same old spot that's been empty for some time. 大家好，我是奶爸。大家应该有看过我们前几集的装修冒险的前四集吗？第四集的时候呢，我们有说过我们搬出了板儿 HDB 的家，但是我要说的是呢，我们的新房子呢其实还没有好，我们这需要整三个月的装潢时间呢，所以呢现在我只能搬去一个 temporary 暂住的地方，暂住暂时居住的地方。当然现在因为暂住的关系呢，我只能租一个房子来住咯。其实在新加坡如果暂住的话呢，其实有分两种，一种是 HDB， 一种是 condominium， 就是公寓。 HDB 的话呢，其实最基本要租六个月或以上呢才属于合法的。 condominium 就是公寓的话呢，基本上只要价格符合的话，你租一个月两个月都没有问题，前提在于有房东可以愿意租给你啦。市面大部分的房东呢基本上都会优先考虑租够一年他才肯租给你们，但是很幸运的是呢，奶爸摆脱 HDB， 但是要居住 condo， 现在就轮到开箱我们现在所居住的 condominium 公寓哦。由于预算的关系呢，我们租的比以前我们 HDB 房子呢比较小一点点的地方啊，所以就没办法，只是租几个月而已，我们就将就一下，住一下吧。好，我现在来开箱我们的房子呢，就是玄关一进来呢就是这样子啦，可以，就是这样子，什么叫做就是这样子？玄关进家其实非常简单啦，右手边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食物储藏的空间啦，这个厨是房东付给我们的，我们就放我们觉得我们喜欢的干粮啊，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啦。我们的药物啊，什么袜子都会放在这边。对哦，杂物除了。所以就什么都放，其实呢这个东西是可以这样子拉下来比较好看的，但是我们就嫌它太麻烦了，我们就干脆不关它，反正就是处于一个开放式的，因为我们会一直用到那边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觉得关起来的话它又要一直，我们要一直打开的话就有点麻烦，所以直接把它打开啦，反正就住几个月将就一下吧。来，再过来这边呢，哎，靠到我们的厨房了，有够厉害吧开放式的厨房，所以你会看到这些房东付给我们的冰箱还有洗衣机，这边就没有烘干机啊，所以呢我们就要自己每天去晒衣服咯。接下来呢就是这边的炉子啦，全部呢其实都付得蛮 OK 的。最特别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厨房因为是开放式嘛，所以这边煮了过后，左手边这边呢就可以开始洗东西了，非常的，你觉得很方便对不对？对，非常方便。厨房小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就是我走的空间不需要太多，煮了过后就直接转个身就过来，走两步路就好了。你打理的空间也变少了，所以也比较快。所以讲比较来讲呢，小有小的好。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从玄关进去厨房的空间咯。哇，这么快就介绍完厨房了。所以哦，我们已经在 FB、IG、YouTube、小红书收集各位朋友的留言，还有一些私讯的问题，我们也顺便在这里做一些简单的 Q&A 吧。好了，有什么问题就问吧。OK， 第一道问题啊，为什么会把之前的房子卖掉？是为了赚钱吗？奶爸，你是为了赚钱是？OK， 坦白说不赚钱呢是骗你的。我们有听我们的中介分析过，其实卖房子呢一定要是赚钱为前提呢才可以正确的把房子卖出去。如果你卖出去的屋子是亏钱的话，为什么我们还要卖？当然我们卖房子呢其实不是为了赚钱啊，最主要是我们觉得板儿的空气有点不怎么好啊。我和木恩其实是有鼻子敏感的，我们这几年来我们都觉得这边有一点闻到一点点的味道啊，让我们觉得诶鼻子有点难受，长久以来的话我觉得有点不怎么适合。但是我们非常奇怪的是，前几年我们住的时候可能 COVID 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工厂啊还是什么地方都没有在运作，所以基本上空气还 OK， 只是最近两年来了，我们发现我们的鼻子的敏感程度越来越严重，可能就是我们个人敏感问题啦。我也不懂我的健康会不会受影响，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的话，我们就觉得要搬一下咯。我们下一个问题咯，你们要搬去哪里呢？哇，这么死硬的问题，我回答你四个字，关你屁事。你真的是
不是啦，不能讲啦，私隐的问题啦，所以就如果在路边看到我的话，打声招呼就好了。好，下一个问题就是孩子需要转校吗？那当然，因为小朋友已经上小学了嘛。 MOE 的网站那边有写一年只能分两个时段的去转校，而我们呢只能可以等到年尾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去那个网站那边呢去申请哦，所以是挺麻烦也挺复杂的，希望一切顺利咯。如果观众朋友们有转校的经验的话，也欢迎你们跟我们分享。我们需要明灯去指路，对对，我们真的是对这个东西真的是蛮没有概念的，有经验的朋友在底下留言。好啦好啦，等一下再问。 OK， 这边厨房走过来，哒哒哒哒。 OK， 介绍这边呢就是我们小朋友的音乐空间跟吸尘器空间。这个明明是一个走廊。对，房子空间呢有限了，所以我们只能运用我们能看到的空间了。那介绍完左手边这边呢，我们就介绍我们的右手边的餐桌工作桌子。基本上我们的活动空间啊、吃饭啊、工作呢就在这边完成。因为你看到我们跟厨房的距离呢只是一个手的距离啦。非常有趣非常好玩的东西呢就是小朋友在那边吃饭的时候，我可以在那边煮了够直接拿过来，他们每次都会吃的比较慢的话呢，我可以在那边表演洗碗啊、切水果那种饭后娱乐节目啦。小朋友在那边吃饭的时候都可以看着我表演，也是非常的好玩的。小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做东西，而我们同时间在做这厨房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小朋友在干嘛。介绍了这边的餐桌过后呢，我们就往后面走，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钢琴啊，左手边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电视机还有音响啦，这个都是我们从以前旧家拿过来的。再过来这边呢就是房东付给我们的 sofa 哦，也是蛮不错啦，至少有三个位置呢是可以用的。然后我们居家门还有洗完水前还没有折衣服，是很忙啊，还要帮你拍片好不好？对啊，很忙，整个厨房啊、客厅的空间就是如此啦，空间就是非常的有限。我们唯一觉得好处的是打扫起来也是非常的节省时间哦。对，很快我就可以扫完地、抹完地了，太赞了。所以房子空间小啊，也是有一定的好处。那我记得西门学姐应该还有第二轮的问题要问吧？对，你是买 condo 还是 BTO 呢？哇哦。condo 的话呢，奶爸是没有本事去买啦。 BTO 的话更不可能啦，因为 BTO 需要等五年的时间，奶爸应该没有那个时间去等啦，所以我们是买 resale HDB， 就是二手的房子啦。可以说说你的 HDB 买卖的过程吗？需要多少时间呢？那买 HDB 的过程呢，我们之前有应该在第一集和第二集的时候有说起到，但是我们现在就简约的讲一下吧。我们买 HDB 的时候，我们先要跟 HDB 申请一个叫 HFE 购买通知书，但申请成功过后，我们就可以去物色我们想要买的房子啊，然后给定金。当对方已经接受定金过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文件过程啊。整个过程呢应该是要花整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啊。我们来到第六题，需要 agent 吗？买卖都需要多少佣金呢？如果你是没有时间去跟买卖家去沟通的话呢，基本上你是需要一个 agent 的，或者他们可以去做一个中间人去跟对方去沟通，去谈论那个价钱。但是市面上的佣金的话因人而异啦，基本上 market practice 的话呢，卖房子的佣金呢是 2%， 买房子的话呢是 1%。 问了第二轮问题的话，我们就介绍我们的浴室啊。哎，有一说一哦，我觉得公寓的浴室非常的大，比 HDB 来的大。对，这个我赞同。它的空间感啊非常的好，而且这边就是站浴啊，也没有浴缸啊，所以就不是酒店。OK， 我们来介绍穆恩的房间咯。这是我的房间， 你可以看到妹妹的床有三个枕头，我的床有个枕头、被子，还有 handkerchief。 我房子好像在考你中文这样。这个是你睡的地方是吗？我们才就讲了，我们拿了两张床过来哦。然后这边右手边这边呢就是房东铺的衣橱了，蛮高的，蛮不错，它的储藏空间蛮大的。但是呢床的话呢，我们只能放一个两张 super single 的，都已经是没有地方了。介绍小朋友的房间过后，就介绍我们的闺房吗？闺房不是，那个是女生，叫做闺房啊。 master room 啊，麻辣楼房啊。这边呢就是房东铺给我们的 queen size bed 啊。哇哦，就我们仿佛想回去以前我们租房子的时候啊，房东也是付一个 queen size bed 给我们啊。那时候我们有点瘦啊，那时候我们还可以啊，现在我们两个肥哦，
哎，你要说你肥就好了，不要说我 ，OK？ 我们睡的时候，那个肩膀跟肩膀一直磨蹭，好像不怎么行。我们搬进来已经一个月半了，前半个月的时候，我跟西门吹雪都在磨合当中啊。我们那时候就是睡得不怎么好，所以但是现在还 OK， 已经习惯了。最精彩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方向了。你看到这边啊，非常多的箱子啊，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省点钱呐、啊，因为我们有些箱子呢是放在仓库里面的。所以我们也是放了一部分的箱子在这边呢，我们每天呢就会跟箱子去一起睡在一起了。所以西门水水每天都在保佑上天啊，不会有那个箱子倒下来了。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哎，然后这边呢就是浴室咯，马斯隆的浴室更大，还趴地都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小小的分享啦。我们的租金呢是每个月3800新币，就是700多个 square feet 一个空间，其实是在榜来讲是还 OK。好了，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嘿、hey, ，来到我们的 Q&A 环节啦！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你哦。现在是到第七题呢，可分享蒸烤箱和洗碗机的型号吗？其实，在上一集影片我们有说过，我们去买 Bosch 的蒸烤箱，还有 Bosch 的洗碗机啦。我们型号呢都放在这里啦，可以供你参考一下。至于好不好用的话呢？我不确定，我还没有搬进去用，只是我觉得它看起来很厉害，我们就买了。过后呢，我们会拍个影片再慢慢分享咯。我们第八题，装修需要多少钱？这个问题有点广啊。对，因人而异啊，有些人会花30000。有些人花50000，当然有些人听过会花100多万。我还没有去真正结算我们的房子啊，我可能以后可能再拍个影片再慢慢分享，因为奶爸的家可能是有点复杂，因为奶爸有重用了一些我们以前的电器，我们以前用的家私，所以也不能说真正的装潢的费用，我只能说一般装潢不是很重装修装潢的费用的话，我觉得抓一个5万到7万呢，在新加坡来讲应该算是蛮合理的一个费用啦，也是要看个人需求还有房子的状况来去做决定啊。大概做到5到7万呢，我觉得是 OK 的。接下来这题呢，就是我们最多人问的问题啦，就是可以分享设计师和风水师吗？私讯我吧，我再回答你。应该是不方便公开说，毕竟这个不是一个业配影片啊，他们也没有付钱给我。坦白说，我也不确定他们到底好还是不好。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私讯我。我们就再跟你说，但是 disclaimer 啊，不要怪我啊，如果他们不好的话。我们来到下一题咯，买一间房子而已，为什么那么高调？怕死人不知道吗？这个是酸民耶。是吗？你觉得是吗？我觉得是关心我们的观众 ，OK？ 对啦，也是啦，只要看我们的影片，只要有留言，只要有私讯我们的，都是我们都会很开心，我们都会开心，非常感谢你 ，OK。啊，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为什么会这么高调？是因为就是分享我们自己本身的生活点滴啦，最主要是记录我们一个小小的回忆，小朋友看了过后啊，也非常开心，至于分享给网民，也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经历啊，可以去分享给大家我们经历过了什么，大家不要去看到我们去采访的话，大家就尽量去避免哦。如果你觉得是高调的话啊、对，真的蛮高调的，基本上每个朋友都知道我们在搬家。大家如果觉得我们装修的时候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啊，就说哎，奶爸，你可以不要去试这个东西哦。如果观众们可以提醒我们一下，我们也很欣然的可以接受。我们更加开心的是你们关心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用一直去踩板啊。大家一起成长不好吗？下一个，我觉得这个很奇怪，你的马来西亚口音很重哦。OK， 我从来没有避开或者是讲过我不是从马来西亚长大啦，我是马来西亚成长，我是马来西亚念书，我是马来西亚有工作过，我有马来西亚腔，不行吗？是这样。好，我们下一题也是最后一题咯。这题更加奇怪，他讲你很肥啊。你问的是哪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啦，我哪里可能嫌弃我老公肥呢？哎，这个是有点人身攻击哦。OK， 我承认我是有点肥。OK， 就这样完了。就这样，我肥啊，能怎样？好好好，好了好了。基本上就是非常简单了，开箱完整个影片了，所以就希望你们继续追踪我们的装修冒险影片。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东西的话，私讯给我们，最好是在影片底下呢留个言给我们，按个赞啦，谢谢你们，拜拜。